那咱们现在就讲一下规矩哈。第一，我今天我不穿护具，那你自找的啊。没关系，但是今天有一个只有一个规则哈，只要你把我打倒或者我认输，就算我输，我秦宇峰以后不在你汪梦雨的世界里出现一天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认输或者你没有打倒我哈，你必须要做我的女朋友。不是，你还有一个选择哈，你可以不用打，你可以直接咱俩就做女朋友。你想的美。哎，你答应他这规则了哈。OK，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悬念的问题。好，待会儿等我说开始你就开始啊。好的。接下来是秦宇峰的告白时间。